拜。喂，有声音吗？有声音吗？奇怪，我听不到声音。Hello，Hello。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晚安。哇哦，竟然有100多个人。大家晚安。哦，这个背景呢，我要介绍一下，这是我家的阳台。对，然后。这是我家的阳台，那因为我很喜欢种植物，然后我想说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庆祝，那不就晚上在外面直播，好。这样，哦，对，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在阳台直播，那因为我平常很喜欢户外的感觉，那就觉得可以，哎，到这边，这是前阵子刚买的蕨类，蛮喜欢的，阳台很 chill，没错没错，耶，谢谢。谢谢大家破万了，Hello everyone，Hello，这是特效啦，我想想啊，我要怎么弄一些比较正常的，嗨。啊。对对对对对，我突然想到，我应该要来弄个音乐。嘿，这光都好奇怪哦。好，那就姑且先让我用这个有一点美肌的特效。晚上好，晚上好。Hello everyone，Hello。哎，都今天哦，这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第一次一个人直播，对，那算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小小的挑战，那晚上好，晚上好，对，那其实我自己是蛮怕生的，对，那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就是我一个人在讲话。我刚开始开直播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没有人可以跟我互动，然后所以我才戴耳机，想说可以有人跟我互动。但是我发现我干嘛戴耳机啊？对啊，我干嘛戴耳机啊？所以我要把耳机收起来。夫妇要跟我同框吗？真的假的？真的吗？哦，我的花衬衫，这个是在我好像是跟朋友一起订购的。那因为今天台北天气就是终于变得比较晴朗，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穿一件比较富有热带风情的衣服，对，然后来直播。晴朗，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穿一件比较富有热带风情的衣服。
小软、哦、如果他们上线的话我可以邀他们，要怎么邀啊，我看一下，夫妇好，那我邀夫妇哦，夫妇嘿，播个音乐没关系，就是如果方便的话再进来。Hello, hello, hola. 对，被拒绝了。好啦，我猜观众应该都到了，那。我就开始来我的破案小 Q&A。 好，开始。好，第一题，我会就是把几个，我有挑几个比较可以跟大家好好聊的问题，然后主要我会讲那几个问题，那其他的问题我都会讲出来，但是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嗯。哦，对，那各位朋友会觉得我的那个背景音乐太大声了。这真的很像头发，会太大声吗？那个音乐，okay. 好，那声音 OK 的话就开始。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分享我的植物，因为我植物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是到时候再慢慢分享啊。我今天有一个就是特别想要带出来分享的植物，这个它叫做黑夜观音莲。那为什么会把它带来呢？因为你看它这个状态，它像黄黄的，就是我觉得它还蛮难养的，就是可能在我家的环境不适合它，我也不确定。但植物就是这样，就是不一定。比如说你买一个植物，然后你其实都照着那个方法去养了，可是还是会种不好。其实我觉得不用太灰心，因为有些植物就是很不适合你家的环境，那就只能跟它挥挥手道别。对，那我会想找他来直播，也是因为为了记录他一下，因为我也不确定他可以活到什么时候。嗯，想要记录一下，大家打招呼。这个我已经买了一年，但他就是一直不长新的叶子，对，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好啦，那我就进入到正题了。我们的 QA 第一题，浩浩的嘴唇软吗？这个还要问吗？这个我之前在记者会的时候我就是稍微分享过他的嘴唇，我会调侃称之它像是皮蛋。那为什么像皮蛋呢？因为如果通常大家说，嘴唇好不好亲，软不软，都会说可能就是像什么豆腐之类的。但我不想要讲这种太落俗套的一些形容词，那我讲皮蛋。那皮蛋是因为我本身很爱吃皮蛋，对，所以呢，就等于我也很爱吃。好，第一题结束。那第二题，恭喜破案了。那为什么会想要走演员这条路？
这个我就可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好，其实演员这条路，说实话我是误打误撞，对，因为我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害羞内向，你们看我这样子，然后可能觉得说，你在讲一些什么乱讲话啊，讲一些屁话，但我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怕生的人，对，就是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我记得小时候啊，小时候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不一定，就是国小、国中、高中每一个阶段，就是只要上台说要说分享那个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蛮紧张的，就是比如说上好，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但我都会不知道讲什么，而且我其实蛮害怕被关注、被注视的感觉，对，所以我就会很紧张，会很措手不及。那反正其中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国小的老师就说，那上好，你可不可以把这个考卷送到隔壁班？那正常学生就觉得，那就是送考卷，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我也不敢拒绝老师，所以我就好就接受这件事情。那我就默默的就走到就是隔壁班的后门，那我就是敲敲后门，就叩叩，然后打开之后，我是慢慢的小心翼翼打开门，然后就看到后面同学转头看我，然后我就这样就是点点他的肩膀，说那个可不可以帮我把考卷传到前面？对，然后后来我就讲完话就丢给他塞给他，我就直接跑掉了。对，所以那从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什么对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很怕生的人。那开始当演员呢，回到为什么当演员呢，其实一开始也是因为我以前是学画画，我很喜欢艺术的相关的东西，那所以后来大学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读服装设计系，就因为刚好我的身高可能还 OK， 所以他们就找我去走秀。然后我就边走就觉得，这件事情蛮好玩的。但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就是也算是一种表演吧，因为就是走秀让大家这样看，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突破。对，我每次要从那个后台要进前台，就是要开始进秀场的时候，那个就是秀导会 cue 助理说，模特可以出来了。然后我每次在后面等的时候，我的心脏都会跳超快超快超快，就是连我最近期一次走秀的经验我也是这个感觉，就是会觉得怎么会，就是我明明就走了可能三四年，但是还是会觉得为什么每一次出那个布脸的时候，那个助理就直接说好上，就拍一下我叫我可以出去的时候，我都会心脏跳很快。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好，那反正就是走一走之后，就是后来刚好就是也有一些可能有看秀的人，也有一些就是经纪人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来看秀，那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来拍广告？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不行，那就去尝试看看，然后就拍了大概16年吧，拍了人生第一支广告，觉得蛮感动的其实。因为小时候在看电影跟电视剧，其实就蛮向往影像上的那些角色。当然我自己是会害怕，可是看到的时候其实是蛮感动的。然后就那时候我就还有侧拍我在拍摄的一些东西啊跟画面，就觉得这一刻好像我小时候的梦想默默的完成，然后稍稍的离它更近一点。于是就开始拍广告。那你也知道广告拍一拍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人的欲望会更多嘛，你就会觉得好像不甘只是拍广告，我想要做一个演员。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想要尝试演戏表演这件事情。但是
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很没有天分的人。我觉得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自己默默的努力得来的。对，我一开始去试镜什么的，其实也都会被 casting， 就是试镜人员就觉得说，哎，好像你有一个适合的外表，但是你好像没有办法做到导演要的东西。然后其实我蛮挫折的，也因为这样，我才想说，那好，我要来精进自己的表演，才开始慢慢的，就是接触表演课，然后到现在呢，我其实，哦，我现在其实在读研究所，我目前是就读就是台北艺术大学的，就是剧场艺术创作研究所。研究所我才真的正式踏入到科班这个领域，不过其实我还是很菜啦，因为我也是从学校这样子学大概两年多快三年，就是我也还在学习，简单讲是这样，反正我觉得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很不容易。谢谢大家。好，那就再来第三题，你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其实我觉得梦想这件事情，它还蛮难去描述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梦想在每一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曾经有个梦想是，我想要当科学家。对，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死亡这件事情，然后我很害怕，就是我知道人会死亡的时候，我很害怕这件事情，因为就会跟你自己身边心爱的人离别嘛，对，生离死别。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想要做一个科学家。对，可以发明长生不老药，但就是真的是很天真的想法。哎 ，V 仔，哎 ，V 仔，你要上来吗 ？Hello，Hello。Hi， 阿妮塔姐 ，Hello。大家都在哎，好开心哦。V， 你要不要上来？建腾老师加油加油，我们都可以慢慢的破万。好， 我要先偷偷邀你们，如果可以上的话你们就自己加入。马上拒绝。好啦，建腾老师好像在上课，那我也就不要了。还是阿妮塔姐要来，或是 Dan 哥要来，我都要。没事没事。浩浩，我今天我在路上哎，好吧，好了，谢谢一百多的观众陪伴上，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真的，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对，我听得到，我听得到。对，我走在路上，对，刚刚要去一个地方 ，OK。哇哦，伟恩也上了，哇哦，伟恩也上了，真的假的？OK， 好啦，谢谢大家，然后请大家继续支持上好哦。OK， 好，谢谢。然后也祝福你真的一万很感激。然后我刚刚也发了我的限动，就希望你继续保持这个灿烂的笑容。拜拜。快闪，快闪，快闪走。拜拜。哎，我要怎么下去啊？糟糕。Bye. 好，姐，拜拜，拜拜，拜拜。阿妮塔姐是我们的就是正负之间的制作人，也是约定还有隔离后见面的制作人。那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阿妮塔姐，让我有一个机会，然后认识大家，参与
征服这间的旅行。然后安妮塔姐真的非常非常照顾我，非常就像是你看，马上 Q， 马上认识路就上来跟我们聊天，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这么的亲切，很感动。好了，下一个韦恩，韦恩真的在吗？好，没关系。如果 OK， 我看一下，他是妖人呢？天哪，我真的很不会用这种。哎，我乱邀，反正可以来的就可以来。秒被拒绝 ，QQ。没有啦，我觉得其实老实说。我每次看到有朋友在直播，韦恩表示摇头。我每次看到有人在直播，我都不敢，就是随便乱进人家的直播，因为就很怕现在这个状况，就是突然被乱摇这样子，其实压力蛮大。好，就我就不打扰大家了。OK， 下一题呢？看一下哦。好，有没有什么我爱听的音乐？那我还蛮喜欢听，比如说抒情的配乐，类似我现在正在播的这种，虽然我也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听到，对，或是那种 lofi 的那种音乐。我想想。我来分享一下我最近喜欢的音乐，我点播一下。其实这个音乐在，哦，我看到了。对，我平常是，哦，会有版权问题 ，OK， 好，那所以是不能播，好，我平常其实是会蛮喜欢听这种很轻松的音乐，然后因为我其实觉得听音乐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就像看电影一样，嗯，那我其实蛮喜欢下午的时候。阳光洒进就是阳台，然后播着这样轻松的音乐，我就觉得很幸福。嗯，好，对哦，我结束可以分享歌单，我结束再来分享歌单。Hello， 欧拉，看到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因为我今天。想说先用中文回答一些重要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英文的问题，我之后再整理一份再回大家。好，下一题，你有去过日本吗？我没有去过，我很想去日本，因为其实也是看了蛮多电影啊，跟很多影集。对日本很向往，哦，我好想要去日本的乡下。日本的乡下让我觉得空气感觉很好，嗯，然后在那边我觉得会很舒服的感觉。哎，好，这个音量应该是 OK 吧？然后我很喜欢，就我也蛮喜欢吃海鲜。就是听说日本的海产特别新鲜，那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去那边吃啊海胆。我有一天有发一个现实动态，就是我吃海胆的那个军舰寿司，那真的很好吃。我就是一个吃货嘛，所以寿司又海胆，这绝对是我的最爱。希望有一天有机会去日本。好。再来看一下下一题。平时都看什么剧？平
时都看什么剧？其实我平时好像没有一个特定的剧，就是我不会特别想说要看什么，我就会觉得有趣的话，或是大家最近在推的时候，我就会看。那我个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喜欢看电影，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梦想。我的梦想就是可以演电影。我一直觉得就是可以在大荧幕上看到自己或是看到那些演员，真的是一件很魔幻很梦幻的事情。因为像比如说影集或剧集，我们可以用手机看嘛，很方便，但是就是这东西你是可以被中断，你可能突然说要去上厕所还怎么样，你就会突然停止观赏。但是电影呢，是把我们观众关到一个黑盒子，不要说关，我们就是一起在一个黑盒子、黑空间，然后看这些演员，看这个大荧幕的戏剧内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梦幻。当然，我觉得演电影那是一个更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跟更高的层次。因为电影的话，你的表演要更细腻，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的一切都被放大嘛，所以其实很多表演的破绽也会跟着放大，那这也是蛮不容易的。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表演可以慢慢的进展，有进步，然后可以有机会演电影，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哎，我刚刚是不是好像还没有回答到梦想这件事情？好，电影是一个算是一个进程的梦想。然后，刚才讲到哪里啊？哦，好，如果是一个伟大的梦想的话，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成为一颗像星星一般闪耀的人，然后照亮着很多人，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棒的事情分享给大家，或是带给大家很多的力量或能量。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很伟大。就像老师，就是其实我也不一定是要成为什么多有名的人，我觉得像可以成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我小时候觉得说啊，谁要当老师啊，就是要跟这些小屁孩相处，然后就是很累，就是可能是为了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才会想要当老师嘛等等。但我长大之后，我就彻底觉得我这个想法是错的，我觉得老师非常伟大，因为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好的老师引领你的话，你的人生会很不一样。就像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在北艺大读戏剧所，也是因为我的表演的老师，我的恩师，卢平老师，他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进来学习。如果我今天没有进北大，其实我很难想象我会在哪里，可能我还是一样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然后 也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很空泛。好哦，平时看什么剧，我再把这个结尾。平时看什么剧，就是我最近的话，我有看就是重新看我很爱的电影，叫《La La Land》，就是台湾的翻译叫做《越来越爱你》，对，反正我们就叫它《La La Land》。那这是一部我就是人生热爱的电影清单之一，大概是前三名啊。那我最爱的就是《Interstellar》《星际效应》，因为我很喜欢宇宙的题材。然后我觉得我对于时间这个主题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就像我前面讲，我可能我是害怕死亡，所以其实突破时间这个框架来说的话，其实就可以做到很多很多事情。那我就对时间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所以这部电影我真的很喜欢。然后再加上是诺兰拍的，对。克里斯汀·诺兰，哦，他的电影真的好好看。我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很商业，但是
他的电影是商业没错，可是我觉得他是有兼顾商业跟他有想要表达的自己的艺术价值，他的电影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我超爱他的电影，每一部我都有看，真的超爱。 OK， 好，下一题。下一题我看一下哦，有没有推荐的音乐？那这个我觉得我等一下最后我再把歌单分享给大家，但我简单说一下，我最近就是因为听看 IG 的那个影片啊，我就有看到就是他们有那个，他不是有音，就是可以用音乐然后来做成一个影片，然后我就被那首歌烧到，就是他应该叫做 Yonday， 这个团叫 Yonday，然后他的歌名好像叫勇子吧， 我不太确定这个发音是不是，所以对这首歌我最近真的被烧到，就是会一直不断的脑袋会有这个旋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中文歌的话就是正负之间，这个完全没有推销，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听到那个旋律跟画面，我会觉得很梦幻、很浪漫。就是，而且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我自己演出的作品的歌是这么的好听。好。所以那时候听到片尾曲的时候，我超喜欢。然后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我说真的。我个人私心的推荐，我觉得我们最后真的很棒，大家一定会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就是我因为我没办法多透露什么剧情的东西，可是如果跟着我们一起把这个故事看完的话，你会非常喜欢。然后Amy 的正负之间真的很好听，那就期待快点可以上架，就可以希望 KTV 就之后有就可以点歌。对，我拍正负之间的时候真的有点太瘦了，这个制作人都觉得他就后来有觉得我真的太瘦，因为 好多镜头那个侧边太瘦了，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灯光师傅周哥有帮我打光，就是因为如果光没有打好了，其实脸真的太瘦了。好的，再来下一题。之前看到上好的贴文，之前看到上好的贴文，发现上好为什么当初大学不报考戏剧科系？而是硕士才去考北艺大，那这一题就是，刚刚其实已经讲了一半，就是我其实从来人生都没有想过我要演戏，演戏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在大家面前表现自己。其实像我刚刚准备要直播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记者会的时候，都像是我在走秀出后台之前要进开始走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一样，很紧张。因为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踏出我的舒适圈。所以对，回到这个问题， 我大学其实是想要读美术系或者是设计相关的，反正我就是蛮喜欢艺术类的东西。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缘分啊，因为我以前那时候是想考北艺大没错，但我没有想要考戏剧系，我想要考其他科系，可是后来也没考上。然后我一直很相信，对我来说我的信仰是吸引力法则，就是有一本书叫 The Secret 秘密，它就是提到说吸引力法则，简单来说就是心想事成。我看了那本书我很喜欢，然后我一直把很多事情都放在心里，包含北艺大，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很喜欢那个学校，我应该要在那边读书，可是为什么没有读，没有在那边读呢？就觉得很可惜。可是事实证明，过了5年10年，我还是在那边读书，所以我觉得是缘分带我到那个地方，我很感谢这一切。好，下一题，期待正负 CP 在一起撒糖撒满。快了快了，真的快了。嗯，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真的快了。就是看剧情的走向应该知道快了。不过嗯，哎呦，我真的不能讲太多，但是请大家再多多包容我一下。OK， 好，再来。尚豪为什么会挑战拍 BL 剧，而且很会撩？其实对我来说 ，BL 剧没有什么挑不挑战可言的。我其实觉得有戏演，我就很开心。嗯，就是戏来就演，真的。因为演员啊，这个我等一下后面再讲，因为后面也有问到类似的问题。对，那 BL 剧其实哦，我觉得对我来说，它也是一种梦想。因为我小时候看偶像剧的时候，我其实也会觉得一部好的偶像剧会让你会对你来说会留在你内心脑海一个很深很深的角落，会影响你很多。你可能甚至过了几年，你还会想到那一部偶像剧的配乐或旋律。嗯，那我以前那时候看了蛮印象深刻的台剧，就是《我可能不爱你》这部戏，我很喜欢。嗯，然后他也影响我蛮多的。那现在自己就拍了《征服之间》BL 剧，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偶像剧，然后它是一个很棒的剧。那我希望这部剧呢，我其实不求大家都会喜欢，可是我希望喜欢的朋友可以真的很喜欢我们，然后继续支持我们，那这部作品就可以默默的带给你们一些什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觉得我话太多，我本来想说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就发现我话太多了 ，sorry。好，下一题，你的 MBTI 是什么啊 ？MBTI 其实啊、哦，我也是刚去查才知道哦，它是一个心理测验嘛，但我其实还没有测，所以我就是之后再测啊，有机会再分享。OK， 下一页。好，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幽默、特别能说会道的一个人？哦，我不觉得哦，我其实觉得自己不会很无聊哎、欸，我很不会讲，就是一些笑话，因为其实像 V 仔啊、V 同学、V 侦探。大家会觉得说他讲冷笑话很冷，可是我很羡慕哎，我会觉得可以讲这种很北岸的话很厉害。好，我决定我在这边也要鼓起勇气讲一个很烂的笑话，这是我小时候笑话名单里面就是唯一就是叫我讲笑话，我马上只能想到这个，真的很冷哦，我先打预防针。好，我想一下。我讲冷笑话都很紧张，因为我都很怕很不好笑。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上厕所在上大号，为什么马桶会就塞住？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好啦，算了，我直接讲答案，真的很冷哦、喔。为什么马桶会堵住呢？因为你在你的大号在接触水面的时候会扑通。好 ，OK， 好，下一题，对，下一题。OK， 下一题，好。尚豪在粉丝收获到10000的这段路上，有没有一些经历想听？好多经历哦，我觉得好难讲哦，我怕讲太多，但我直接简单来说好了。其实刚刚有稍微提到，
就是我本身对于表演表现自己是恐惧的，所以接触演员的时候，这一条路上对我来说都很蛮挫折，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会演戏的人，我很没有天分，那我一直都是慢慢努力得到了一切。那其实我蛮喜欢就是金钟影帝吴康仁讲过的一句话，也许我们不是最有天分的人，但我们总可以成为最努力的那个人。这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它一直放在我心里，就是让我有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走，默默的往下走。就是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很好，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然后，OK， 看一下哦，健腾老师要来啦！好的，我看一下哦。嗨，林尚好。嗨，嘿，你不在上课吗？对，我在上课，我现在就是给学生休息的时间，然后看一下你直播这样子。恭喜你，谢谢谢谢，恭喜破万了，马上待之后就换你了，马上。哎呦，天哪，恭喜你。然后呢，我想要跟你讲一句话，就是刚刚听你直播的时候，哎，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其实林尚好，我真的把林尚好当弟弟。我是把林尚好当弟弟，然后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一个主修老师，然后有时候我都会告诉林尚好一些想法，但林尚好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其实真的没有被这个世界污染太多。那所以他讲，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旁边的人都会说，哎，赶快跟尚好讲一下，尚好会不会讲这个太真诚了啊？会不会就是很无聊啊？我说不，太认真，对不对？我就说不会，这就是尚好，这是尚好最可爱的地方。然后希望呢，你真的有一天，祝福你，就是可以赶快演到电影这样子。好，然后我们认识也是蛮奇妙的，就是在前一支戏然后认识，然后一路到现在经历过很多啊，真的恭喜你哦，你真的很棒，不要三不五时自己否定你自己，就是不 OK，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过程，很 OK 的，好不好？好，谢谢。然后你不适合讲冷笑话哦。我想说，我都讲太多很沉的，我想说还是要讲一点轻松的东西。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因为我等一下要去上，可是你要加油哦。好，谢谢。好，上课加油。拜拜。我刚刚有看到 Amy 进来，所以我要来邀 Amy 看看。哦，我刚刚真的有点想哭，可恶，真的是爱哭鬼。哦，我手机好钝哦。哎，好，看到了，谢谢。好，那我就是会乱摇，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有压力，想上来聊天再聊天。OK。我应该有邀到吧。好，就这样咯，继续。经历，我讲完了吗？我应该讲完了吧。好，我觉得之后有机会我再好好讲这个了，因为这个真的太长了。我手机变很糊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哎，我网络不好吗？这样呢？哎呀，我天哪，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手机好像太热了。
等一下，我重新对焦。滤镜的关系吗？我看看哦。因为我现在的光很奇怪，所以我才稍微用特效。你看我的光很奇怪，那我觉得就暂且先让我用这个滤镜好了。糊掉啊，还是我要重开啊？天哪，换个滤镜，这样有比较好吗？好像没有。好像因为我的滤镜都很怪，我跟你讲，我超喜欢这种怪滤镜啊，真的。哦，这超荡的。我的滤镜就是这样很怪，所以 sorry， 我没有什么太震惊的滤镜。OK， 好，那我就继续讲下去喽。再来，想知道上豪在学生时期有特别练什么运动吗？因为现在全明星运动会非常夯，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参加吗？我其实不瞒大家，我自己觉得自己运动神经、运动细胞，应该说协调细胞没有到特别好，但我是喜欢运动的，我从大学就开始健身。重量训练，对 ，workout。不过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算不算是个运动，但估计是不算了。所以如果真的说要分享运动的话，我觉得比较擅长的大概是游泳。小时候我妈就把我送去游泳。哦，等一下，我看到我的同学加入，我要来邀他，嘿嘿。今天是我自己聊天的时刻，所以我要来邀我的同学。嗨，这个想上来再上来，不没有压力，轻松聊。那游泳的话，因为小时候我就学游泳，然后还算是喜欢这件事情，所以如果硬要讲运动的话，好像就是游泳。那其他羽球或是田径项目，好像是会啦，但是不是什么很专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去全明星运动会应该会被电很惨。当然会想啊，就是因为那个还是蛮多人在关注这个节目，但我会觉得自己可能没办法做得很好。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好好练习的话，我会很愿意上这个节目。继续努力。好，再来，上豪觉得郑泽守这个角色带给你什么样的收获？哦，收获很多，就是我必须老实的说，我演完泽守这个角色之后，我了解到爱一个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也多么的容易。白话文的意思是，就是你看两个人相爱的过程真的很困难，可是一旦两个灵魂交融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爱是很密不可分的，就像泽守郑泽守跟傅里公一样。我觉得郑泽守真的很爱傅里公，真的非常非常爱。我演完的当下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我也是就是跟陈豪演完，我觉得我就只想对他说我真的很爱你，就是是这种感觉，是很真心的，很无私的这种感受，很感动啊。我记得那时候杀青，真的正式杀青，反正这个之后花絮应该会有。那时候那个我们的花絮摄影的侧拍大哥叫小黑哥，他就有就是捕捉到我们那时候杀青，跟大家有跟镜头互动，然后就说就是杀青有什么感想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真的很感动，然后我
我就只能说我很幸运可以跟陈浩一起演戏。嗯，就是我觉得像特别是拍，我觉得这种感情戏 BL 剧非常非常重 CP 感跟互动，有没有信任彼此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不敢说我们真的是就是多，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多好看怎么样？因为毕竟现在 BL 剧这么多，然后很多观众都可能看到一些比较可能比较重口味嘛，就是比较有刺激度的一些作品哦。比如说最近我觉得就有看到很蛮多那个，就是有些就是 BL 剧的社团也有在分享很多剧啊，像那个泰剧的那个黑帮少爷爱上我，我觉得哇。好厉害哦，那个是高规格，很厉害。对，但我觉得我们就反正路线本来就不一样嘛。可是我觉得我可以真诚的推荐大家，就是我们的每一颗镜头、每一个吻戏、每一个交流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嗯，真的。那就是大家后面看到后面就知道了。好。再来 ，Is there gonna be season two for time？ 会不会有第二季吗？哈，当然希望啊，会希望有第二季。那就是看大家，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就可能或许有，我也不知道。希望你安妮塔姐找我们演第二季喽。好。再来分享正负健身的秘籍跟食谱。其实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多厉害 的诀窍，因为我哥哥是健身教练，所以他其实本身蛮了解这件事情的。然后他就有跟我说，其实我就是有调整饮食习惯啊，就是只要是你饮食控制搭配运动的话，其实效果就会蛮好的。那像我开始在饮食控制的时候，我就会稍微算热量，但我没有算得很精确。你知道有些人是真的很认真在算，那就那个效果就会很惊人。那我可能就只是大概估算一下，粗估算一下自己的热量，自己的基础代谢是多少。那你知道，因为肌肉量越多的话，其实你的代谢会越高，那就可以吃比较多嘛。那我其实就是大概算了一下多少，然后每天都会做那个仰卧起坐，就是像大家看到一样那个腹肌，我自己也吓到，还算蛮满意的那个成果。然后我的食谱的话，我就讲拍戏那段时间好了，我其实就是变成说早餐我就是吃地瓜，吃那个就地瓜，还有一个茶叶蛋跟一杯豆浆，无糖豆浆。然后午餐晚餐就是健康餐到底，大概是这样。对，但我那时候瘦那么瘦呢，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拍戏压力很大，所以就可能也不好瘦，我也不太确定。不过其实基本上你只要饮食控制搭配有在运动的话，效果就会蛮好的。那就是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健身，不是一定要健身啊，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运动啊，就是运动。真的很好，因为我小时候蛮容易生病，可是开始运动之后，就好像抵抗力也比较好一点。怎么办呢？这感觉很糊。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很抱歉，就是画面一直很糊，但我手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之后可以换一台手机。好，下一个。如果可以选正负之间别的角色，你会选谁？好，因为如果真的不能选择手的话，其实我会蛮想要试试看傅立功的，因为，我觉得这角色很帅啊！你看第五集的打戏哦，超帅，然后很多内心的情绪。这件事情其实蛮困难的，我觉得陈浩演的蛮好的，那就是也会蛮想要挑战这一块，不知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就是还是最爱郑泽守。嗯，就这个角色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挑战。就我平时就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的人，那可以演到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是我的梦想。因为你知道，其实一般在casting 在试演员的时候，都会把演员安排在接近自己本身个性性格的角色。嗯，对。那我当然跟郑泽守也有相似的地方，不过对我来说，他是需要就是花一点功夫去抓这个东西。比如说，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也蛮屁的，有一些高中的死党，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好笑的事情。嗯，哦，比如说我们不能送，就是我们学校，哦，我刚刚是读男校，然后男校因为就是没有女生，所以其实就更好玩了，就是很多事情就会更没有顾忌这样子。那我就讲几个比较好玩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我们因为不能，对，就是午餐时间好像就是只能吃学校的东西，然后我们又想到另外送，就那时候我们学长就想到一个方式，就是可以拿那个绳子去捞那个，把便当绑一绑直接捞上来这样子，就是还蛮闹的。好，那个问题还没讲完，那我觉得抱歉，我要加速一下。OK， 想知道拍无印广告的感想如何？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其实，因为无印 MUJI 是一个蛮大的品牌嘛。那其实以前我一直很想要多拍些平面，对，但一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可是这一次刚好就我的表姐就是有介绍推荐我，那就很幸运的有拍摄到无印的平面，所以蛮开心的。谢谢表姐。好，下一题。好，有来过韩国吗？哦，没有，我也很想要去韩国，因为我一直蛮喜欢那种气候冷冷的国家。那韩国毕竟也是很多韩剧什么的，看他们的那个就是背景什么的，我都觉得很漂亮、很浪漫。韩国也很想去，有机会希望可以去喽。好，上豪哥快去看群组，国中好同学都默默在发问，感谢我的国中同学，就是有在默默关注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对，谢谢你们，我有机会可以同学会我们再聚会。好，有机会我要去韩国，很开心。OK， 再来。一直以来支撑上好网演员这条路前进的动力是什么？其实这个可能也会花一些时间讲，不过我就简单的去讲好了。我觉得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因为其实我对自己很多事情都蛮不肯定，但因为学表演，其实慢慢的理解很多事情。演员这条路真的很辛苦。这个我得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虽然可能会有点时间有点赶，可是这个我再多讲一点好了。我觉得所有的演员朋友都非常非常的辛苦，那真的要跟他们就是说。真的 respect 所有的演员，就特别是不论是剧场也好，影像也好，其实我很多朋友都大家都很努力，都会去上很多课，可是好像因为机会就这一些，所以被看到的人也不多。那我们大家都其实有时候为了继续支撑这个梦想，我们都会打工啊，然后做很多很多其他的斜杠很多工作，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像我的北艺大的同学们，我很爱他们，那他们也很努力，希望有机会可以找他们演戏，然后或是大家各位朋友来看，就是我们的剧场作品演出，很好看，真的。然后
真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剧场 的演出，因为真的做一出戏真的好不容易哦。有时候真的会觉得他们很就是演剧场 的人们跟做剧场的人们真的 很傻很可爱，因为你看我们那么辛苦排了两三个月 的 一档戏，然后结果演完结束了，除非你有后续的巡演，不然 就没了，一切就没了，可能甚至还有排到半年那么久，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多多支持剧场的作品跟制作，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让这个环境这个业界更认识剧场，了解这一切。好，太多废话，继续。如何调试自我的高潮与低潮，身为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什么？好，演员最重要的其实对我来讲是等待。因为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其实说实话都很没有那么多戏，很多啦，小演员的话。因为 我自己也还在努力，所以其实之前都大多时候都在等戏，就是等试镜等戏，就是你可能会有试镜，可是你也不用，就你也没有机会说可以真的参与到很多制作，你可能就是可以去试镜，但是好像要不要演那是另外，能不能演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多半时候是等待。所以呢我为什么会种植物，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因为其实植物它生长得非常慢，像这个黑夜观音莲小可爱，它维持一片叶子大概已经半年了吧，还是很久，反正它也没什么动静。那我其实个性很急，所以种植物对我来说就是学会耐心的等待，所以我才会开始接触到植物，然后爱上植物。演员最重要就是最常的事情是等待。那好，那怎么调试高潮跟低潮？我觉得我的话我会旅行。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说蛮重要，就是可以换一个环境，然后换个地方调试身心，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然后或是如果没办法旅行的话，或是看电影，电影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心灵的旅程。非常推荐看电影这个活动。好，再来是拍剧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最难忘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不过，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剧透，但是好，简单讲一下，反正就是后来有一场戏，就是泽守，就是最后跟李工，就是一定会在一起嘛，对不对？这一定是这样的、那在那一场相遇，就是相遇的那一场的时候，我印象深刻，那时候我们拍了。大概有半天哦，从晚上六点拍到可能凌晨三四点，因为那场戏非常重要，所以导演希望我们把戏磨得更好。然后我跟陈浩浩浩，我们就在那边在那个场地演了，就是那一样的戏，我们就这样演了那么多次。我记得那时候真的演到最后，全身都没有力量了，精疲力尽。对，然后那个是我。自己在表演的经历过程中算是很难能可贵很珍贵的一个经历啦。那也很感动，说那时候可以完成这颗镜头不容易。好 OK 再来，想知道作品《罗纳河上的海鸥》对我的意义。好，讲到这个作品，其实是我在北艺大，我们所，因为我是表演组，然后我们表演组的必修的门槛一定要做一档 solo。那跟大家说一下 solo 的意思，就是我们演员要一个人在台上独立完成30分钟的表演。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前面其实我有提到说，
我是一个很怕生，然后很害怕面对舞台跟镜头的人嘛，所以一个人在台上30分钟是真的很夸张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这个作品对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有点像是演员的成年礼。就是你经过了这一次的经历，你就更能验证你是一个可以在台上舞台上独立完成演出的一位演员。所以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然后他的故事的内容其实是在聊关于就是我自己的其实也是人生故事跟表演经历。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之后可以的话把他拉到就是外面去做戏，那如果有机会就大家可以来看看。希望有机会，希望好。再来认真问我跟艺兴姐合作的感觉。哇，我觉得艺兴姐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非常 nice 的一个演员，她很客气很谦虚，然后重点是她又很厉害。他演过很多戏，然后他的表演很舒服，每次镜头一 take 他特写什么，他一个 one take 就过了，一两 take 就过了，很快。然后大家相信大家也有看到他在正负的演出是非常的自然跟舒服。他是一个温柔又强大的人，期许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演员。然后他对我们这些后辈都非常的好，非常喜欢艺兴姐。好，再来，和浩浩平时联系多吗？这个东西上次有展示过，这个小小仙人掌，这就是浩浩送我的礼物，就是平常有时候看到他，我就会想到他。可爱，这是王美手。好，我们平常会啊，我们还会吃饭聊天什么的，都很开心。再来，比较想知道我以前的经历，我觉得我刚才好像已经讲蛮多的，这个真的有机会再继续聊，因为我真的已经讲太多。好，拍完正负的感想是什么？之后还会不会想再接 BL 剧？我觉得任何戏我都想演，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想演。但是 BL 剧吗？我也会想演啊，只是我只会跟浩浩演，我只会想跟他一起演啊。因为不知道，就遇到了一个很棒的人，我可能下辈子吧。如果下辈子要演 BL 剧，我可能。再说，不会，好像下辈子我还是会找浩浩。好，谁帮我取我的英文名字叫 Max， 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这个由来就是小时候我看卡通，我其实小时候进安亲班第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Oscar， 然后。奥斯卡这名字其实蛮俗的，蛮老套的，哎，那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不喜欢这名字，然后后来我就看那个叫什么哦，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卡通，它叫做我其实不知道其他地方的翻译叫什么，我甚至可能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但它就是我就叫它战斗陀螺，我应该叫战斗陀螺吧，好。对，然后这个卡通呢，其中有一个角色叫做，就是叫 Max， 对，那 Max 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我就蛮喜欢他的。然后这个名字我自己那时候听到也觉得挺喜欢的，我就自己自称自己叫 Max， 对，然后因为我的账号不是叫 BBA Link 嘛，这个大家会想说，大家可能都会选一些自己的名字啊，为什么会叫 BBA Link 呢？那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战斗陀螺这个卡通呢，它的那个 Max 的那个战斗陀螺战队就叫 BBA 战队，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我那时候小时候 email 就叫做 BBA， 然后就变一直沿用到现在。好，
写信可以写卡片给我吗？哦，可以啊，那个这个到时候我再回复你，就是请我的经纪人再帮我代收。感谢感谢。好，喜欢去哪个国家旅行？好多哦，其实。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梦想，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环游世界，因为对我来说，这辈子很重要的事情是经历很多，就是可以体验的事情，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人生的各种甘甜苦涩，或者是各种风景，我都很想要经历。所以可以的话，我想要去世界上很多很棒的地方。对，我想要去很多地方，然后哦。那我就分享一个我去过的地方，我还蛮喜欢，就是泰国 Thailand。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反正它就是一个观光的大国，一个旅行很适合去的地方。那边其实消费不会说太贵，但是你可以体验到非常好的那个旅行的感受。嗯，然后我那时候。好，我看看可不可以邀到他。好，我那时候跟一个朋友一起去泰国旅行。我看一下，如果他在的话。OK。OK， 好，没关系，如果他在的话，我再邀他来。好。嗯，然后我那时候去跟一个朋友去泰国，我们就两个人自助行，就我们也不是去。我们也不是跟团，我们就是自助行这样子。然后泰国是一个风情我很喜欢的地方，很热情、热带的地方。那我想想哦，哇，泰国的旅行真的太多很难忘的事情。这个背景好眼熟，嗯，这个背景 nice 啊，好，我想到了，泰国。好，虽然其实泰国很大部分都是一个我很喜欢的经历，那我就分享一个，就是刚好一个比较自己比较笨的一件事情，就是有那时候我反正我们泰国去了几个大城，我们有去，当然是曼谷一定会去嘛，然后我还有去到那个普吉，对，普吉岛的一些城镇。还有普吉岛旁边有一个叫 PP Island， 对，那个也是一个好玩的地方。对，然后好，反正那时候我去到我很喜欢的泰国的一个地方叫清迈。那清迈它是泰国的北边，然后它的天气其实蛮，我觉得相较于泰国其他地方是一个蛮凉爽的气候，我很喜欢那个城市清迈哦。然后清迈那时候我就跟我那个好朋友一起去。玩一个叫做 Skyland， 它就是这叫什么哦？它是那个丛林飞索，就是你要抓住那个绳子，这样咻这样滑过去，对。然后我其实是一个就是惧高有害怕高度惧高症的人，嗯、然后那时候超好笑，就是它的关卡就是你只能就照着它上面走，就是你如果不敢滑，你就过不了下一关，所以你就得滑，对。然后那时候就滑那个。丛林飞索到那个关卡的时候，我以为每一关都用滑，但滑了我觉得好像还可以接受。对，滑索，对。但是后来就是啊，反正就是它有个关卡，就是要跳一个就是垂直自由落体降落的那个关卡。然后一开始是跳一棵树，然后之后觉得干好啊，对不起，那时候就觉得哇好紧张，就是要跳树，然后我很害怕。可那个树大概。大概十公尺吧，嗯，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不行了，可是得跳，你不跳你就不行，所以最后就是跳了。然后之后呢，啊，想到滑滑滑应该就没事。最后到下一个关卡呢，就是它又有一个跳树的关卡，但它就是一棵大树，50公尺哦，50公尺，很高。然后我觉得我死定了，但是它因为那个树太高，可能因为怕有像我这种惧高症的人，所以就它有它其实有一个关，另外一个走道是。就是可以走楼梯这样子。然后我本来就想说，哎、欸，默默的就是要走楼梯下去。就后来，因为我在犹豫，因为我的 partner 就说他要就是
继续玩那个滑索这样，不是继续跳自由落体，他跟他跳，然后后来我就在犹豫的同时，然后因为前面也有一些女生的游客这样，然后他们也是这样很害怕，然后最后就想说哦好，他们就决定要再跳，然后最后那个我的那个导游兼那个领队就说，哎，你看人家女生都敢跳，你 OK 啦，然后就直接把我、哦，因为他那个很高嘛，所以他一定有保护措施，他就把我的那个安全的锁直接扣上那个大树，所以我就是得跳了。然后后面是一个接一个，他是窄的，他没办法，就没办法从旁边离开，所以你就是只能这样默默的，就是哎一个接一个这样跳，然后最后就还是得跳。但我其实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其实它很快，就是我没有往下看，因为往下看很可怕，所以我就是直接看着远方，然后就是我忘记有没有憋气，可是我就是往看前方，就直接想说就一步下去，然后不要犹豫，你只要犹豫你就跳不下去，所以不要犹豫。好，旅行，对，旅行最后再做个小结尾，我其实蛮喜欢东南亚的国家，我之前还有去越南，越南也很好玩。我自己是蛮喜欢那种热带风情的国家。哦，当然，欧洲也是一个梦想，可是欧洲就是太更像是一个梦境的感觉。有机会有能力，我要去欧洲。Amy 来了 ，Amy 好，来找 Amy。嗨嗨，艾米想上来，再上来跟我们玩聊聊天。我几岁了？我今年28，我现在28。然后，没有，我今年过生日就要29。好。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蓝色，大海的颜色跟天空的颜色。有准备其他剧吗？我最近都在学校忙，所以就主要最近还在忙学校的一些呈现跟剧本，所以好像目前也没有办法去接其他。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蓝色，蓝色，对。那哦，身高哦，我一直没讲到身高。我身高是184，184公分。好，最喜欢台湾什么地方？我最喜欢的是兰屿，兰屿是一个岛，对，那边我觉得是，它是一个很淳朴、很纯净、很干净的一个地方。它那边的当地的文化都没有什么被破坏，然后那边的人都很真诚。然后之前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门通识课，对，我们就要去兰屿做校外教学，然后我就很开心有去啊，我朋友来了，我要来邀他。那时候就是通识课去兰屿，然后我去了那个地方一次就觉得很爱，就是因为那边真的当地人真的是好淳朴，不确定这个词形容的正不正确，但我想要表达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真实真诚的人，然后跟他们交流的过程都很开心。哦，这个我可以小小分享一下，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通识课去兰屿嘛，所以其实我们的那个课程的内容主要是体验当地文化跟徒步环岛。那这个徒步环岛活动其实就是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就大概就晚上，然后老师就希望我们可以睡觉，然后就是隔天就可能准备要早上6点就要开始环岛。但那想说你都去一个就是这么 chill 的地方，你怎么可能就真的给你睡觉。对，
所以后来我就跟几个朋友就是很调皮，就是在路上那样闲晃，然后就看到一间小酒吧，对，当时我们就牵脚踏车那边乱晃这样，然后就说他们就看到那个酒吧那边的那个当地的朋友，就看到我们就说，哎，什么？他就说，哎，你们在干嘛？要不要一起来喝酒啊？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好啊。因为一般人就觉得说，哎，神经病，怎么可能真的人家叫你就去喝酒？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好啊，喝酒，喝酒，喝酒。然后我们就这样默默就走过去那边，对，然后我们就真的莫名其妙，就是十点嘛，那时候十点，对，因为兰屿也不是什么大城市，所以晚上真的没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莫名其妙去酒吧，就开始跟他们尬喝。可是他们其实也不尬，因为他们其实很多话可以聊，对，所以那时候就是那个晚上，我们就这样喝喝喝喝喝到五点吧，然后就直接没睡觉，六点直接去徒步环岛，有够嗨，对，所以也是一个很难忘的地方，以后一定要去。嗯，好，下一题。下一题 ，Amy 有机会要去，真的很棒。那如果说台湾本岛的话，我蛮喜欢台南。台南也是一个富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城市，嗯，很喜欢。好，那谢谢你很多微笑，因为你。他，谢谢，因为你他的不好的天看好，谢谢你因为你他的不好的天看多好，好，对不起 ，Amy， 我看不太懂。好，台南真的很多吃的，热爱。嗨嗨，小冉，你要不要加入啊？好，来继续，快结束了。现在的自己对比以前自己有什么变化？我觉得自己。好像心境上来说又更沉稳了一点，就不会那么急躁，然后对很多事情也看得比较开，更接受自己现在的当下的状况。很多事情都还在学习啦，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包含这次正负拍完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学习接受自己，接受当下，跟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对，因为我其实是完美主义者，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你也不可能就没有那个机会跟资源可以做到最好，包含政府，我当然也觉得自己的表演就是不甚理想，没有达到我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标准。不过，以现有的资源跟状况来讲的话，我其实觉得这样就我觉得已经心满意足了啦。然后，就很感谢这一切了，真的。好，喜欢的饮料糖度冰块，我其实因为自从开始控制饮食之后，我都喝无糖豆浆，然后以至于我现在喝饮料都喝就是微糖微甜，对对对，然后冰块就是少冰，就是喝淡淡的，我觉得一点点甜就已经很满意。再来是想问上好，除了种植植物之外，有养过什么动物吗？喜欢什么动物呢？哦，动物其实，猫猫狗狗我都很喜欢，但我没有养过。然后，我以前小时候养过的，唯一养过的动物是乌龟。大家很多莫名其妙养乌龟干嘛？可是乌龟就很可爱啊，因为小时候就看一个，好像一个卡通吧，它就是也是乌龟的卡通嘛，它就叫兰斯洛特，
然后兰斯洛特他是一只乌龟，对，然后我这时候就把我的那个乌龟取名就叫兰斯洛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很流行养一些小东西，然后就养了小小的巴西龟，这样小小的，真的就这样小小的，然后最后养到最后变成就是比我的手还大，很大很大。可是因为乌龟就是我觉得它的反应也是比较慢一点，就是包含生病什么，就后来养到后面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不太吃东西干嘛的，然后后来它就过世了。我养两只，一只过世了，然后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夫妻啊，我不确定。然后他过世之后就另外一只好像也跟着心情不好还怎么样，然后很不久就都离开了，然后我很难过，嗯，然后之后就没有想要再养，因为我觉得跟动物心爱的动物道别是很痛苦很困难的事情，嗯。如果你跟浩浩流落荒岛的话，你会带什么过去呢？我其实觉得看用什么角度去回答这件事情，欸，我觉得天真浪漫的想法的话，就是跟浩浩，我其实觉得只要有他在就够了，然后其他就是当地的一些素材直接取，比如椰子啊什么之类，直接取用当地的素材这样，但我觉得只要有他在就够了。哇 ，Amy 真的待很久哎，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年里有什么特别想分享难忘的经验吗？还有你就是阳光笑容的，还有就是阳光笑容的秘诀，真的好治愈哇！谢谢谢谢。我觉得其实就是真心的感受快乐这件事情就好了。嗯，你开心的。开心的活在当下，开心的笑，你的笑容就会很阳光。对，然后，嗯，特别想分享难忘的经历吗？我觉得刚刚好像前面就已经讲蛮多的，嗯，所以就我觉得在这边再多讲好像也有点花时间。其实大概是旅行吧，旅行。好，那我就讲旅行的那个好了，就是我那时候去泰国的时候就刚好就是玩一圈回来，然后回到曼谷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在地铁我们要去吃美食，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反正我的那个 partner 就一起跟我旅行的旅伴他因为身体不舒服，对，然后他就哦，那时候我有个东西忘，就是忘了在另外一个城市，嗯，然后我就自己坐车去前往那个城市拿，那个城叫什么？嘿，哇，天哪，我忘记那城市了。好，有机会我再分享那个城市，那个是一个，就是啊，天哪，我哦，那边有很多，它是在曼谷旁边，然后它有很多性工作的产业在那边，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天哪，好，如果有人想到的话再跟我分享。好，好，那我真的很抱歉，因为其实真的很多问题，我觉得之后有些问题我在私底下再用讯息回复，嗯，然后我就分享最后一个问题，平常最喜欢做什么？我平常其实也没干嘛，我其实平常如果说真的在一个没有任何工作业务的状况下，我平常最喜欢做的事大概就是看电影，嗯，还有听音乐，跟就是到我的阳台种植物，跟他们互动。植物其实是有，它本来就有啊，它是生命嘛，只是大家会觉得说它可能就是没有动，所以没有动静，所以你会觉得说它可能不像动物会直接
反应跟表达他的心情跟情绪，但植物是会有心情跟情绪哦，就是你如果常常陪着他，他会长得比较好，嗯，这是真的。所以我其实现在花蛮多时间在照顾他们跟陪他们，所以希望你可以再陪我一阵子。好啦，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讲有点久，我没有想过我可以讲到九点半，话太多了。嗯，话太多了。哦，对，给他们听音乐，给他们听音乐，他们也会很快乐，跟植物说话。哦，我竟然直播到跟正负一样，他直播一样一个半小时，太疯狂了。好，那我最后 ending， 我来看看我的朋友要不要上来。好啦，再等个一分钟。嗯，哦，谢谢，谢谢我们的 Plus and Minors。小编，这些直播要留直播，真的吗？大家会想看吗？好啦，那就留好了，谢谢谢谢，真的好多话。OK， 可以邀请浩浩吗？浩浩，我跟你讲。浩浩他在工作，所以他没有办法，但是他就在我心里，所以其实他也没有在，觉得他其实就一直在啊，他就在我心里，而且浩浩就是随处都在，这个也是浩浩他送我的植物。谢谢伊朗粉丝，谢谢两万公约，我真的，我觉得之后再说好，我现在暂时想不到，因为我真的脑袋比较小颗。好啦，那就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谢谢，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你。跟着一个半小时，就一直默默的观看直播的朋友。哦，等一下，我朋友好像 call 一，看一下他要不要上来跟我聊个几句。你看他很可爱。嗨，嗨 ，Hello，Hello，Hello，冉哥，冉哥，上好，哇塞，现在不得了，我现在是进入到那个就是万粉追踪的上好的直播吗？傻眼，你不是也是万粉吗？没有了，加粉啦。这个哦，冉哥呢，他就是跟我一起去泰国旅行的朋友，嗯、然后我们就认识蛮久，蛮好的。那冉哥也是帅的，帅的，我们福大男神。什么东西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那个跟上好已经就是认识大概有七八年之久，然后都非常好的这个大学朋友俊文，然后我也是一个演员，嗨。对，他也是演员，有机会也是可以大家都多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而且他也是很多作品都可以看。然后
哦，我觉得冉哥呢真的很适合组一个 CP 耶，这么帅，你是不是冉哥该演？很适合跟你组 CP 吗？我不行哦，我现在已经有对象了，不适合了。现在名豪有组了，这样子。没有，我跟你说，我自己在看你们戏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怎么不是我跟尚豪来一个 CP 呢？怎么会是这样啊？然后等一下马上被私讯灌爆，不要再乱讲话了。你看冉哥就是这么 funny。你们刚刚是在聊那个就是正负之间的在这五集的这大家心得吗？哦，没有耶，其实今天是我的就是破万直播，然后在聊就是大家问我的问题，然后就对。哦，啊，有都回答完，我这样会不会打扰上来乱打扰到你？没有没有，其实就是一个差不多要做 ending 了，所以就找你上来。对，差不多做 ending。啊，刚有聊到那个泰国、澳门、那个、西班牙是不是？我没有聊到，我聊泰国，然后澳门跟西班牙没有聊到。哎、欸，那个泰国是最不能聊的吧？没有泰国，你泰国可以聊啊，怎么不能聊？泰国很好。很多很可以，而且你们有没有讲到我们去 PPI 然后那个岛上爆炸？哦，忘记这件事情了。得了，哎，我跟你讲，我们就是可能就是那个魅力爆表还是怎么样？哎呀，要不要乱开玩笑？就是在我们去 PPI 就是有一支那个里奥纳多演的一个电影叫就是海滩沙滩，对，然后在那里超美的取景，然后我们去完，隔天我们一走。然后下午看新闻，那里就爆炸了。而且我记得是那个什么库纳孔跟我们讲，对不对？对就是我们去那边去那个 PP Island 的时候，有刚好遇到一个就是一个还蛮热情的酒吧的是bartender，反正是工作人员。然后他就很 nice。然后那时候我们也喝酒，喝到有点 high， 有点 呛。然后反正之后就有加一下 Facebook 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们刚离开 PP Island 回到那个普吉 Phuket 的那个附近的城镇的时候，就收到他的讯息说，哎，就你们现在还好吗？在哪里？我说怎么了？他说，哦，现在 PP Island 爆炸了，不是，这很荒谬。我记得他是在我们晚上去一个那个全集酒吧的公司。不深，然后那个酒吧就是可以看那个大家打拳击，然后在那边用一个水桶装酒。可是我跟你说，他就是搞不好在卖我们假酒还是怎么样，因为我那天喝完之后，然后直接狂拉到不行，肠胃炎，然后差点要直送台湾。然后重点是那叫什么 Kunakon 哦，对，然后他就是他超怪，他就是一直在就是私讯我们，然后约我们，就是后来回台湾之后，他有一次我在上班，然后打电话给我，不知道干嘛，还打视讯。我跟你讲这件事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嗯，超怪，我真的不知道。他就又打私讯，然后说：“哎、欸，你们好吗？”就他已经过了三年之类的。啊，所以后来你们还有联络吗？没有啊，我就说哦，都好，我就说哦，我在忙，我要工作了，先这样，拜拜，这样。哦、这么尴尬 ，OK。对，两位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没有人员伤亡，对不对？只是爆炸、欸，好像是这样。很像是、嗯，还好没事，还好没事。而且你今天整个就是一个海岛风情，是要重现那个泰国的氛围吗？对啊，因为今天就是台北刚好天气蛮好的，所以就弄个热情风情的衣服。而且我一想到，你那个整个你那个天台，哎，不行，喂，可爱的小阳台，小小阳台，对，上豪家的阳台。非常美，然后我就是整天都在觊觎那个上好的阳台，而且我真的跟你说，我讲一个题外话，就是我现在看《正负之间》看到第四集，然后果真你们那个法律的问题还是什么的，就开始好像疑似要让我们的上好就陷入一些危机。我跟你讲，那对于观众来说，我身为上好自己身边的朋友都已经会这样觉得，我觉得观众一定是更揪心，就哎，怎么可以不要动我们上好，搞什么鬼，站着走。他说：“我们正着手不是你给你们碰的、欸，不要弄哎、欸。正着手先谢谢冉哥，我替正着手谢谢冉哥。而且我顺带讲一下哈，因为我最近深陷也一些法律纠纷之中，就我最近可能也有一些就法律问题，然后我也就是
有一些很怕一些人身安危的事情产生，所以我就看那个上豪在里面，就好像因为捍卫正义，然后所以就会因为捍卫正义，然后想要捍卫那个副理工的部分，然后就引来这种就是殴打之祸上升，我就真的心有戚戚焉。然后再加上我就跟上豪多年的交情，我就觉得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些恶人真的不能这样。我觉得我希望一切原籍就是诸德圆满，然后诸恶即灭。我希望你们好自为之，适可而止。你看他口才真的是细说正负哎、欸、，Bravo Bravo， 好的，好的，我们也差不多要结束了。OK OK， 很开心，很开心。希望之后有那个新的与你有染新的一季这样子，然后再。没错没错，我差点今天是与你有染复出之夜了。对，有一点像哦，有点像哦。好的，好的，那就大家就也可以再关注一下我的朋友小冉，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当然是正负之间，然后我们下一集就是第六集，之后会到十二集，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追踪跟锁定，然后记得一定要支持正版，在看台湾平台是 CatchPlay Plus， 对，每周五的中午12点会上新的一集，那1点会上花絮，再来就是日本的话就是 Lockten TV， 对，跟 Video Market， 然后是好像日本时间，对，是1点。那再来的话，海外的话就是嘎嘎乌拉拉，还有 Vicky， 对，那就再麻烦大家多多关注喽。没错，然后我要再补充一句，就是那个就是。一定要看正负之间，因为我觉得已经就是很少，就是台湾的 BL 剧，然后那个整个主 CP 颜值可以高到这种地步，不要闹好不好？而且我觉得现在那些就是有一些我不知道哪一些地区的网民，如果有在那个就是 diss 一些我们就是呢哦正则手的长相说什么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一定是自己的生活过得很不开心才会这样。上豪都已经长成这样，你还要讲？我不懂哎、欸。好。非常非常感谢，到结束。OK OK， 好，那就这样喽，大家晚安，晚上好睡，好眠。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嗨，关不掉。